男人哭吧哭吧哭吧，不是，哎，什么来着？老天都在哭泣吗？哭啥？我又不是没选他。你刚刚真的以为我不来了吗？嗯。那如果我不来了，你会等多久啊？等到我觉得你真的可能是不来了，我走了。你多久是我真的可能是不来了呢？那你想要的是什么呀？我没有什么终极梦想，我的终极梦想就是娶你吧。你哭什么呀？玻璃花房，喂，喂，喂，听得到吗？在呢。你确保他们俩都能听得到。等一下。喂，喂，听得到吗？明天我刚刚收了一个卡片在那个房间里面，然后那个说明天要抉择，然后如果要是想要跟那男生继续相处的话，就是去一个什么玻璃花房，如果要是觉得不想要跟那个男生的话，就直接离开。哇塞，我看到最后这句话就是有点，失落。嗯，我不知道怎么说哎。那你觉得呢？你明天，你觉得你想要继续下去吗？就是这个男生，大概我不是都每天有跟你们说，就是我有跟你们聊一下嘛。我也问了他挺多东西的，包括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聊过那个，我说如果要是你跟一个就是物质条件、经济条件可能比你好的女孩子在一起，很怕他到时候觉得没面子，就比如说。有时候让女生买单啊，或者尤其是女生的朋友都在，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还好，就如果要是有一堆朋友在，他反而会觉得没面子，对吧？他今天跟我说这个问题了，他说他不 care， 那我就很放心，因为你们几个也不可能说因为这个而瞧不上他，对不对？对对啊，我们很就是只要他是爱你的。而且你知道他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很可爱，就是他说一，我说，哎，听着，我说为什么？然后他说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以后能哄，就说明他是一个有自信的人。嗯，对，对吧？这点非常重要。他是对自己有自信，而且很上进。挺上进的。起码是相信自己。嗯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他今天跟我还说了一句话。就是说什么？就我们今天吃饭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是会很真实，我就问他，因为我们两个人居然都有对方有相同的疑虑，就是我在想，在这个节目当中，他有多少是真实的，有多少是演出来的，你懂吗？因为我最后要相处的不可能永远都是跟他在节目上，最终要生还是要落实在生活当中。他有这个疑虑，他也想说，那我看到你有多少是真实的，因为他也怕我是演出来的。然后我问他，我说那你是多少？他特别诚实跟我说，他75%是真实的。我说你为什么会担心这个？他说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是100%真实的话，我不太相信怎么会有这样的人。完美的人，鸡皮疙瘩撒一地，你知道吗？就说明你们觉得他这话是发自内心的说的吗？是啊，他一定是发自内心说的。我告诉你，他就可以在床上滚来滚去。
我本来一直都以为我只是对他有疑问，我就一直在想说他到底做百分之多少自己，我得看看私下他。但我没想到，嘿，他有一样的疑问，他觉得我可能也是不真实的。但他说了一句话让我挺开心的，他说我就在想，你到底有百分之多少真实？如果是百分之，如果你真的是真实的话，真的有这么好的人吗？就是类似于这种想，他是喜欢这样的我的，甚至觉得好到他觉得不真实。所以其实他说完那个以后，我觉得嗯，挺开心。那你们觉得我明天以你们对住的男生，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个答案，你觉得？你肯定是继续，不用想。继续。我觉得他最吸引我的地方，对我来说就是很真诚。他说了，比如说他说什么百分之多少，他是很准确的一个数字，而且他是很坦白的在你面前表露自己。所以你一定要继续，明天知道没有？我们是全力支持你继续的，对，而且他值得你继续。那如果这样一提，我就一点都不伤感。那肯定不行，必须勇往直前。我告诉你啊。小兔也挺可爱，羊还是兔吗？更想考验他的还有哪方面的东西？想看就是私下的东西，想看他的那个25%的样子。
你觉得他已经去了吗？你觉得他现在，你自己对他？所以他如果要是选择不去的话，也是去机场对吗？对。我觉得他肯定去了。哼。他穿的啥？你猜，你觉得他会穿啥？黑色。我觉得穿的黑衬衫，感觉第一天穿的是西装，然后第一天穿的是运动裙，然后最后一天我穿的黑色。我觉得他会把这么重要的一天选择最重要的颜色吧，所以我才会选择黑色。这雨也太大了，这老天爷是在暗示我什么吗？男人哭吧哭吧哭吧，不是，哎，什么来着？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匹配，微笑背后流着是心碎。老天都在哭泣了，哭啥？我又不是没选他。所以你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挺好的，我睡眠质量一向 OK， 但我昨天睡得也不多，因为我昨天有点失眠，就会一直在想。其实心里已经有答案，但是还是会在想。想什么？就在想说这个男生，因为我的答案其实已经很明确了，所以我并不是在想说那我今天到底要去哪儿。我想的是这个男生跟我就是未来啊，未来的发展走向，还有我们两个人的一些各方面合不合吧。看着这是烛光晚餐吗？你看这意思应该是那边堆的倒挺好看的，很艺术。哪边？那个那一坨。哦，真的好多烛光啊。你刚刚真的以为我不来了吗？嗯。那如果我不来了，你会等多久啊？等到我觉得你真的可能是不来了，我就走了。那多久是我真的可能是不来了呢？不知道啊。你说如果你回来我不在，怎么办？就能理解啊，因为我就以为你一定不会在呢。你刚才就一直以为我，就不会回来。但我不会因为自己认为的你不在而改变自己来的想法。因为其实简单来说，我不是一个会太因为别人而影响到自己的人。对，其实我现在就是想着说不要想太多，然后希望能够换一种方式在一起待着吧。就是沟通吧，然后希望可以，就是我会有什么说什么。哎，别这么沉重，吃点东西吧，反正心里面不都落下了吗？你也选我了，我也选你了，我们开心一点好吧。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，你都不饿吗？我都饿死了，白天没什么胃口。就因为这事儿。
差不多吧。我真的给你个建议啊，嗯，你也不要不高兴啊。你说吧。我觉得你呀、啊，太容易被别人影响到自己了。我就是一个很不容易被别人影响到自己的人。我觉得你就是稍微调整一下这方面，可能你会开心很多啊。就不光是我，我觉得就好像你就是做任何事情都容易被人影响到，就你给我的感觉啊。但我不了解你，我还要再观察一下。反正我觉得你就放过自己，就是放过自己，就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后悔啊，所以来了、嗯、就是遵从我的内心走。因为其实本来我就是和人接触我不会轻易下判断，我还是希望可以有多点时间让两个人去接触的嘛。所以我不能因为就是他今天情绪比较大，然后因而影响到了我的判断。对，所以我选他了。挺好的，就是很好，开心啊。因为我选择继续之后，我回来就看到他也选择继续，所以心情很好，就心情是有落地了嘛。深圳啊，深圳可以啊，因为他之前有说过他挺喜欢深圳的，因为他说深圳有很多好吃的。我也发现他好像对吃的非常感兴趣。嗯，吃饱了吗？嗯，吃饱了。上去呗。好。今天累吗？累。为什么累？因为你。因为说的话累啊。因为听我说话累。因为要思考太多东西了，累。我带好吃的。拿哪儿去？拿我房间去啊。我想如果一会儿我们赶紧备采的话，你就可以会多有一点休息的时间。一会儿见。嗯，风景好看吗？好看。我在那 Siri。 走吧。你可真是停了个好位置啊。好位置吧。你好，你们好。那就咱们去吃个饺子。走。咱从这车差不多吧。我也能拉得动吗？拉肯定是拉得动。那咱们再往前点，从这。好，可以。尝试一下先。好，先。南哥先示范一下，我们应该怎么设。好。可以放到这个，放在中间。哎，对，就算直了。使劲拉。啊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哎，对。这只手。哎，对。拉高一点。那不行，再往前一点。再往前一点。再往前一点。从这。哎，试一下。没拉开。那不行。他从这上吧，再往前一点。你来，范姐，你打中任何一环20顿火锅。快点。我来啊，那我打中任何一环20顿饭，可以吗？哎呀，范姐，看我俩谁先受伤啊！好，加油！好，好。来，李宁。哼，好，
我要帮你拉吗？你陪我一起。好，来，拉，拉，一、二、三，来，你瞄准了啊！好，你先把它瞄准，好了吗？嗯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快点，哦，唱一点。来，一、二。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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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我感觉你没瞄准。范姐，今天天黑之前，我们还射得进去吗？我觉得不射到了怎么办？哎，我来瞄，好吧？那我呢？你在后边给我拉，好吧？我这样啊。你拉拉线，你拉什么？拉线，别拉我手，拉线。哎，对，拉我手，拉我手这边。嗯，拉这，拉这上面。嗯。你拉我手这边。对对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好了。啊！试了一下嘛，已经满足。算我射的吗？算你的。算我俩一起射的吗？回去吃饭吧。好。没事。谢谢。走吧。嗯，往上走。好，小心。没事，没事。我坐在这吧。我吃一下这个糌粑。好。好。嗯，尝一口。这是甜的吗？甜的。你咬一口吧，我不吃了。挺好吃的。你们巧克力是不是？我刚刚跟姐姐妹妹聊了一下天，然后问了一下，就是这个选择的标准。我想说，第一条是父母喜欢，父母喜欢。第二条是父母喜欢，看自己好不好。然后第三条是，我问你一些小细节。第四条是会骑马。你都满足了，我觉得我都满足了。我是你的朋友，没有起码这个选项。也没有会做饭这个选项。我会起码很久之前我就会。开玩笑的，我觉得他们没了。哦，我的那几个朋友过来了，走，咱们去看一下。好。嗯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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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是我的朋友。你好，你好，咱们进去了以后，你好，来，好，说，大家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好，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走吧，我们先进去。这两个是外地来的，我的两个朋友，一个叫小凡，范凯杰，小凡，小凡，小凡，这是我们这边比较有名的一个乐队，唐哥乐队，他们自己唱的。你们好。这是我们的那个曼陀林手宫保才旦，这是我们的吉他手王代工。你好。这是龙头琴，他的名字叫道吉才旦。这是我们的鼓手桑德和。你好。你好。那咱们先来个欢迎仪式。好。好。好，咱们先来一个。好听。我们平时自己会写一些吗？平时自己们写的也有，我们多半都是自己这边民间的一些歌曲，重新改编了之后
用我们的乐队的形式来唱出来。哦，就是我们也是自己改编。嗯、对对对。然后他们之前的那些老歌。对对对，像民间的一些歌曲啊，像弹唱类的、民歌类的这些都有，都是改编了之后。那还挺好玩的。嗯。那这个很难学吧？啊，有一点，也不是很难。它这个没有品，对，全凭手感，全都靠自己找找那个音。但是这个好帅哦，学一下试一试，学一下吗？可以可以，谢谢。学一下，我先学一下。嗯，我看一下。好。对。拉拉嗦。哎对。但这跟不上，就是哆对对对。哎，对对对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我可以试，但是我应该不会。你试一下。马头琴吗？啊，马头琴也是啊。马头琴应该会简单一些。我在学校以前不会，我都会拉它。哎，老师们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歌？我们可以一起唱的。对。在那东山顶。完了，我要学新的。老师，教我一下，怎么？这是为你安排的，谢谢了，谢谢你。好玩吧？好玩。比海上好玩吧？都好玩，各有各的好玩。就是一起去经历一些新鲜的事物就很特别。第一次穿藏服，嗯，然后第一次跟你弹琴，第一次跟我弹琴，嗯，还而且还弹吉他不算吗？我们俩也没有一起弹过吉他呀。有啊。没有。键盘不算吗？没有正儿八经的一起弹过。是正儿八经的弹啊。没有，都是你在弹，我在旁边捣乱。其实没有这么多人而已。就是没有正儿八经的弹过。嗯，就没有为一首歌演奏吗？对啊。嗯，演奏的还好吗？我演的挺烂的。也挺好的，挺好玩的。我弹会儿。是吗？嗯，把腿借我用一下。好，硌不硌？不硌。嗯。睡一觉。别摸头，别摸头。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啊？你要我这个姿势怎么消停呢？来，我起来了啊！嗯。热，我，你有毒吧？嗯。走吧，休息一会儿，太冷了。走吧，去吃饭。你这个导游当得非常成功。这就是我向往的生活，那你想的要的是什么呀？我想象的生活，嗯，还有我们未来的生活。我们两个吗？我希望我们两个各自都实现了自己的终极梦想，然后同时又相互陪伴、扶持，平淡而长久的在一起。我没有什么终极梦想。我的终极梦想就是娶你吧。我不信。
我的终极梦想就是跟你一起过平淡的生活，就是我说的那种平淡。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努力，自己的方向。嗯，希望以后吧。对啊，所以我说，希望你可以实现你的终极梦想。这只是我希望的，慢慢来嘛。这些都要靠时间，靠心里的沉淀。我相信你可以的，我也相信我自己可以的，我也相信我们可以的。嗯。吃你的饭得了。我让你帮我倒点儿。你是个杀风景。来，我你都想哭了吧？没有啊。你看你眼睛都红了，进了沙子。然后跟我碰杯。那你自己的呢？我自己的。嗯，什么意思啊？工作呀。工作。你的职业规划吗？我的职业规划，我会一直当一个主持人。还有呢？永远不会，直到我再也等不到舞台的一天，在这之前我都会当主持人。然后音乐就是爱好嘛。嗯，一定要把他们当成爱好。对呀、啊，我就想做个音乐人，我不管我的歌有没有人听，哦，我自己听也可以，你懂吗？就是我根本说不是说怎么样，我只是觉得自己做音乐的时候挺开心的。对呀、啊，就够了，我也不用管多少人听，有一个人。就唱给一个人听，我在听。嗯、所以你永远都要唱下去，因为你刚刚已经说了有一个人唱。你哭什么呀？挺开心的一天。都怪你。随便跟你聊聊。我会陪你的。嗯，不重要，没事。在我眼里没有什么重要的事，除了你。我觉得，你想啊，嗯，你爱上我的时候，和我爱上你的时候，嗯、我们都是一个独自美丽的个体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老问你，你到底喜欢我什么？因为我希望。我永远都是这个可以独自美丽的个体，永远都是你喜欢我的那个样子，不仅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对啊。嗯。干杯。该走了。到哪去？回去了。做人嘛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啊。因为一切来说，除了你啊，什么都不重要。